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映衬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里飞邮件，听他们压力冒烟，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，为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开开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的唱只要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只是路过碰巧，被卷入这场纷扰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我坐在这里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这一局游戏到底和我有几把关系，伴随着实力被发现，去分别的逐渐焦灼，每个人都在争辩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直的线索公开之后讨论越发激烈，你按说轮流发言，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带到身边身上的配刀，天涯上也没有清晰的样子，王子准备了生死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，我开开线索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一直在那儿坐着，甚至都没上厕所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就是一个过客，人生每一次波折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甚至没穿外衣，武器又不在怀里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这一局游戏到底和我有几把关系，出了几局游戏，结束带着几张欢呼，心中正想推理，我的工具是为何他加了微信，约好下次一起，所有人兴奋的何必安抚，盼着除了那个傻逼的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这个角色的潜力究竟有什么意义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甚至忘了拒绝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